美食快乐起来，各位好，欢迎锁定东南卫视收看我们的时来运转，我是主持人郭涛。马上为各位介绍一下到演播厅来做客的两位嘉宾，两位今天都是第一次来，首先要介绍的是我们的中国烹饪大师，欢迎郝振江郝先生。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郝振江，中国烹饪大师，全聚德集团菜品研发工作室主厨，擅长融合系菜肴。因为最近有一部这个有关于这个厨师的戏叫郝先生，对不对？所以这两个好不一样。这个它主要讲的是西餐，咱们今天做的绝对正宗的中餐。哎，而且今天来的这位美女嘉宾呢，也是很有这个中国微婉之美的女生，要欢迎的是我们的演员，欢迎陈梦溪。Hello，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能见到大家。陈梦溪，中国内地90后女演员，在这部剧《最好的我们》中，她把简单的天真青涩表演得恰到好处，给青春一份漂亮的成绩单。这个梦溪在这个今年啊，有一部剧很有名，叫做《我们最好的我们》。最好的我们，对，你肯定没看过，因为它是青春戏，是我们这个年龄。你看过吗？我真的看过。这么说，是你确实看过。我真看过，因为它在网络上的点击率达到了18亿。哇哦！对呀、啊，就太高了，真的是。对对对，到现在为止已经22个亿。22个亿的，到现在为止。他在里面饰演的那个人物角色叫简单，但是呢，他特别。不简单的地方就是在于这个如此高的这个点击率，已经让这个梦溪也成为很多这个90后都熟知的一位演员了。当然今天我跟你讲我们郝师傅手中的菜也是有具有相当之高点击率的一道菜，我们来好好介绍一下好吗？好，来来。哎呦，郝先生今天这道菜，这个梦溪你认识吗？这个是肯定是不认识，是对豆子肯定是豆子，黑豆是不是？也是统称叫黑豆，它也叫乌豆。所以它不是产自于我们中国吗？就是产在咱们国内的。哪里？我从来没见过。这个在南方都有，都有。我就是一个南方人，见过呢。啊，那它是不是很有营养的？对，你看、本身它的颜色是黑色的，它就有一定的什么呀，补血，包括还有乌发的效果。哎，常吃乌豆。可以保持你的头发，但它不能吃，因为它有染颜色。这个跟染发还真是没关系啊。是，你看啊，乌豆，然后另外这里边咱们用到的这个花生，我不知道你，哎，不是，这个眼神实在是太不济了啊，对不起，很像花生米，但是。这个是蚕豆的一种吗？对，蚕豆就很小，芸豆的一种，芸豆、它叫花芸豆，花芸豆，明白？那今天这道菜的名字叫做五谷万寿豉油鸡。我的妈呀，这皇上吃的菜啊！五谷万寿豉油鸡，听着好像这个食材搭配呢，你看，它这里边有山药，有油菜，是另外呢搭了两种豆类。其实这道菜严格的说啊，咱们说不管你是平时喜欢吃吗？包括花生，黄豆，这菜。蚕豆，咱们都可以搭在里面，搭在里面，都可以搭在里面。那咱们边说边干，好，来开动起来。首先呢，你看啊，主食材，鸡腿肉，去骨的鸡腿肉是这个鸡腿肉啊，处理起来非常简单。我不知道在家做饭不做饭啊，不行，那就像这种零厨艺的，咱们一遍也能学会。哦，真的吗？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那把这个鸡肉呢，里边你看去完骨之后呢，是咱们稍微的，它这有筋，把它这个筋啊要给它斩断。哦。这样防止什么？一会儿加热之后它一收缩，明白？不好看，不好看。对，你看郝师傅用词就特别的讲究，对，他是用的是斩断。斩断，我刚刚说切断是不对的，其实切是这样，切是斩是这样，对。哦，明白。那这个鸡肉斩好之后，稍微的要给它加一点底味儿。要放什么呢？放盐。盐。一点就够吗？一点就可以。哎，给它抓抓一抓，抓匀。抓匀之后呢，一定要给它补充一些什么？补充一些油，帮我倒点油去。倒油，补充一些油。倒多少？适量。这最麻烦的就是两个字。一点一点倒。是，喊停就停。好了，停。好了，油不用多。其实做这道菜呢，在家里做的时候，比如说加一些橄榄油或者这在这里面啊，咱们加上一些花椒、大料，这些香辛料都有很好的什么呀，去腥增香的效果。明白了。咱们现在开火，好，开火，咱们两口锅同时进行。哎呦，厉害了，这就大厨了。好，咱们先把火点上。大厨都是两口锅，咱们是一口水锅，一口水锅。对，这边咱们先烧上水。大
概要到多少？这个烧水呢，一会儿要焯一下这个山药，还有菜心，所以可以适量多一点。适量半锅水，半锅水，终于量化了。对，半锅水。那这个山药啊，还要进行一个简单的处理。处理，山药咱们切好之后，可以切滚刀块，另外呢，还可以什么呀？直接给它对开。哦，这样简单，非常简单。那这个山药呢，也可以是直接焯水，或者是蒸，或者是炸，都可以入菜，好，那这边好开始，我来负责哪个？你负责一会儿水开焯山药，海油。那这边加油，加油。这道菜做起来啊，非常的简单，可以用炒的方式，也可以用煎的方式，那一般现在说这个现代人的饮食非常注重这种膳食均衡啊，包括养生，一定得少油，那今天就采用煎的方法，那这个鸡肉已经腌好了，煎的时候一定是什么呀？先放肉的这边，这样肉的这面一收缩之后，它这个皮就完全能够收紧包裹。如果煎皮的这面，那这个皮收缩了会扯到，对，再做出来的菜就不好看了。明白，鸡肉，所以这个外形很重要。先要放这一面啊，各位，这个在前两个月时间当中啊，吃的最油腻的一顿饭就是女排夺冠那天中午的午饭，是的，因为我妈在厨房的时候一直听见我在旁边喊加油啊加油，油放多了，特别油腻是吗？那可以看到啊，在这个煎的过程当中，它的肉在逐渐的收缩，收缩之后，然后这个稍微一上色之后，就可以翻面了。对，哎，这鸡肉呢，简单的煎制，你看它逐渐的在上颜色了，颜色非常的漂亮，金黄色。那这会儿就可以放入葱、姜，就直接这样放了，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然后蒜，蒜同煎制。我觉得可以学咱们郝大厨这道菜。妈妈过生日的时候，爸爸过生日的时候做给他们吃。对，因为你名字上有个万寿，万寿，对不对？特别吉祥，啊，预祝的这个老人啊身体健康，福寿安康。他这个鸡肉现在基本上已经煎制上色了。那这会儿只需要铺入酱油。酱油。这道菜最大特点就是吃酱油本身的这种酱香的味道。酱油下锅之后，稍微一上色，加入水，好嘛，水可以放的量稍微大，水稍微放多一点可以。那香料呢？白芷，白芷，一片，白蔻，三粒。那鸡肉下锅之后，只需要在小火慢慢的收汁。那这边可以开大火，把山药下锅，好上。焯这个山药就交给孟希了，哎，没问题吧？这个活儿我觉得应该能完成。大概要多久？稍微加一点盐。好，这个山药呢，可以根据咱们个人的这个喜好、口感，口感可以喜欢比较硬的，灵活调整。那这边你看啊，咱们炖一般炖这个鸡肉啊，或者是炖肉的时候，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可以适当的加一点青椒。青椒，对，这个青椒呢，一个是什么呀？它可以有增香的效果，另外它里面有稍微一点点的辣味。明白了。这孟希喜欢，因为孟希是喜欢重口味的，从中间呢划上一刀，这样便于它的味道完全释放。哦，就这样就可以了，就划上一刀就可以了。那比如说我喜欢吃辣，可以多放几根。可以多放啊。然后另外呢，这里边这个颜色也好好看啊。这里边还可以放一点香菜，香菜也是提香的，提香的。对，我可以接受，可以接受，我还很喜欢吃香菜。好，那这里边可以加上两颗冰糖，冰糖，冰糖。哎，你看郝大厨下的东西的量。就不会特别猛的那种。对对对。那你看啊，随着这个鸡肉的烧制，可以补充一点老抽，老抽，让它的颜色再进一步的红亮。那这会儿实际上啊，这里边所有的这些香辛料，都已经完成它的使命了。明白，可以捞掉了，可以捞掉。哦，所以看不到它，看不到。哦，吃着又有它的味道。对。这个有意思。做菜呢，我说千万别怕麻烦，稍微细致一点，你就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当然了，而且有的时候你把这些不吃的佐料去挑走，它也挺麻烦的。把麻烦留给自己，把悲伤留给自己。如果在家里做的时候啊，可以做什么呀？做一个料包，给它包起来，这样就简单了。明白。那，无豆，可以下这个豆子。对，
这个乌豆呢，提前我已经用水蒸发好，然后上屉给它蒸到一个这个。哦，我想起来了，是有吃到过这个乌豆，我以为还是腌制黑掉的，是本身就是黑的。它本身就是黑的。哦，那两种豆子下锅，这豆子下锅呢，就是让它有一个入味的过程。嗯，好了，鸡肉已经熟了。嗯，那山药也差不多了，继续一锅水，把油菜心儿烫。哎呦。就一起就完成了。那食材的搭配是什么呀？嗯，越丰富，颜色越丰富，对咱们的膳食平衡起到的效果是越佳最佳。嗯，就像人韩国人说嘛，就是一天都要吃五种颜色。嗯啊，营养才会均衡。啊，菜心儿稍烫一下就可以了。嗯、这菜心儿是就是只留了中间的一小块，就是油菜心儿。嗯，那这边准备摆盘。那山药也可以了，嗯，可以了，可以捞出来了。其实非常的简单，嗯，山药只是作为一个辅助性的食材，嗯，焯熟或者是蒸熟，嗯、都两种方法都可以，嗯，鸡肉，嗯，这个豆子还有用吗？一定要用啊，嗯、哦，那把这个边边角角稍微修一下，嗯嗯，然后改刀成块，哎呦。那个边边角角很棒，不要扔掉，待会就我就吃那个就好了。太会吃了，边边角角更入味。好，那这边呢？嗯，油菜心儿，嗯，稍微的码放一下。好的。其实做菜就是，我觉得是一种享受。嗯嗯。好，这个汤汁儿呢？嗯，把它再次烧开，嗯，用一点水淀粉，嗯，把它收浓。哦，汤汁啊，在收芡的时候，把这锅晃一下，哎，这样呢，这通过这种方法，这个芡汁不容易马上什么凝固。明白。而且这个汤汁啊，一定要稍微收浓一点。在专业术语里边，讲究的是什么呀？玻璃芡，关火。淋上去。啊，我感觉今天学了这道菜，就立马可以回去变大厨了。哎，真的可以。而且名字又这么好听，对，当当，厉害了，这个就是叫五谷万寿豉油鸡，哎，寓意很好，五谷丰登，嗯，这个福寿安康，嗯、对吧？赶紧尝尝，一会儿都凉了。来来来、嗯，先替咱们的妈妈先试一下这道菜，好不好？这个边边角角把这块先拿进来尝啊，啊，哇塞，真的太香了。海上那块有点筋，嗯，我就喜欢这样了。里面的肉是滑嫩的，嗯，边上的筋又很筋斗，我咬在嘴里的这种感觉，口感就很丰富，嗯嗯。莫西已经不想说话了，他就在可劲的啃那块。我真的想把这个都吃光，特别好吃。你需要的是学到它，因为你吃光的话，你顶多就吃这一盘，嗯。但你学会了之后呢，关键时刻亮一手，也有嫁人的，对不对？突然间公公婆婆来，哎呀，对对对，五谷万寿豉油鸡。我一会儿下了节目要跟那个郝大厨把那个所有细节都记下来。哎，你可以看咱们节目重播。哎，对，对，这是一招。第二招呢，郝大厨应该也，你搜他应该也会有他什么配料配方啊、嗯，跟他做菜的视频，其实就很方便。对，现在网络很发达嘛，是不是？对对对，也希望这样的一道这个五谷万寿豉油鸡，可以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学会，而且呢，记住了。在这个爸爸妈妈过生日的时候，突然端出这么一盘来，保证是皆大欢喜了。没错。好，本期节目到这就接近尾声了，我们下期再见。好，再见，拜拜。继续吃，我觉得这个豆子没。没经验的就去往里面扔东西，或者你把手套进去烫上去了，就烫的速度快，慢就觉得这个笑话已经不好了。我是啤酒，大瓶啤酒，不是，对，啤酒也行，白酒也行，啊、就不能配白酒配红酒，辣白菜跟豆腐。